来上来吃一个焦杯薯。来来来，我得拿大一点。对对，我得冒着烟儿。来来，一二三，哎，你看不到脸了啊？啊，对，看脸。在这呢，我当然能找到。我靠，我以为见过了，开玩笑呢。嗯，这也拍张照，可以啊。快来，啊，单数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这个得品，你知道吗？尤其像这种89年的红薯，当年的百分薯，应该手指头应该是这样。89年的波尔多红薯，100分吗？100分，100分，这应该100分。哎，你先闻一下。哎，你这个不错，我这个不，你这得先那个一下，先醒一下，醒一下。你没醒吗？我没有，我这新世醒了。不，我这个是新世界的薯，不用新世界的薯，不用醒，直喝行。对啊，你这法国薯得醒3个小时。这种老鼠啊，还是老鼠，陈酿老鼠，对，陈酿老鼠还是要慢慢的、细细的品。哎，橘薯，1975年的薯，甘薯，橘薯。吃完薯，我们去搞烧饼吃吧。来来来，甘薯。